Let's go.潜水艇在那里，小心地板滑滑，雨桐，地板滑滑。这个树好大，我也吸。好大的树。爸爸，那些算水分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水分？我帮你拍啊，你去啊。所以你可以多练习啊，多练习你就会讲了。我好难哦。不会很难的、啊，其实最难是你要敢跟他讲。我敢啊，我当然敢跟你讲。那就不会难了。这个水坑我在领。不要踩水哦，不要踩水。前面的我在领了，所以我可以换两棵树。一棵是你那棵，那棵很奇怪，一棵是柳树，一棵。那棵啊，那棵比较像，那棵。那边我都看到，是那棵。我只是想换棵。对，这里，两个，这里。所以，我现在又可以换一棵树，不会。为什么都是你们在呢？刚刚他说 ，Are you a twin？ 还有什么？你们是双胞胎吗？我说不是。我说 No。我说 ，They are sister。你是 big sister， 妹妹是 younger。younger 是什么 ？younger 就是比较年轻的，比较小的。好，来到了皇后镇的市中心。其实啊，这一段我们之前上一回来的时候都没有走到这边来，因为我们的活动区域其实是在前方的右侧，然后这个左侧这个区块很少过来。那我们这次因为是住在相反边，住在山上，对，住在另外一边的山上，所以我们车都停在那个湖边免费的停车区域，然后再走路过来。哇，很热闹。今天就市中心走走吧，一打二，市中心随便走走，然后到湖边放风玩一下，这样一天就过了。BTS。那个是韩国团体。这个就是那个、啊、恐怖的屋子啊，这是它的另外一个门。
你看在最恐怖的鬼屋，我们要去啊！没有要去，没有要去。我要进去。啊，这里。好，跟妈妈一起去的话。好，进去哦。然后这是他们的青年旅社挖掘，哇，上面滑翔翼，上面就是那个 Quiver Park Wildlife Park、啊、今天中午吃这个很有名的汉堡的人满为患，一大早就是一堆人了，现在还是一堆人。人真的好多耶、欸Too many people、嗯、好多人，
我去买的。哦，谢谢。你们不要太靠近哦，那个水会跑上来。